你说那几句话都记住没？把那小个的搅黄，把大个留下，明白吗？妥妥必须放心吧。我人送外号搅拌机，要问搅拌机哪家强，隔壁王小倩帮你忙。不听嘴看行动，瞧好吧，你就黄奶奶好呀。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？我孙子。您就是传说中的黄奶奶吧？热烈欢迎你下嫁到我们老王家。哎呀妈呀，这孩子说啥呢？奶奶啊，不是谁下嫁老王家了？哎，可别乱说呀。就别装了，你俩的事我早就知道。我俩啥事儿啊？你和我爹成天没事就又说又笑，又搂又抱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哪儿和哪儿啊？我啥时候又搂又抱的了？就在公园，白天黑天都抱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说我和你爷跳交际舞？那也不是我们俩呀，那一大堆人呢。就是吧？那你今天也是来跳交际舞的？今天我给你爷爷介绍对象。对，来叫奶奶。那个叫啊。第二个奶奶好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不毁我吗？爷爷你挺厉害呀，艳福不浅呐。我着疯了我呀。一块堆来俩，但不许那啥啊，都留下。这不毁我吗？这不和你王小倩别说废话，来点有劲的啊。对那个我让你们看看证据。嗯，我爷爷和黄奶奶啊，看看没，老弟那叫一个紧，你瞅瞅，老弟紧吧。哎呀，你给我看干啥呀？二啊，那个第二个奶奶，你瞅瞅，这啥意思呀？这是啊？咱俩跳舞的，谁拍的呀？这个老王啊，该喝酒了，喝酒？不是，咋还喝酒呢？这啥钱？你不有那毛病吗？两个小时不喝酒，左手就哆嗦。啊，对，到点了。哎呀妈呀，那是右手。整反了，你看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哎，妹子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老王啊，自打上次见了你，哎呀，那对你印象老好了。他孙子说想睡觉都喊你名啊，阿黄。哎呀妈！哎呀妈呀，你看你说那话，阿黄，我欢狗啊！不是，那你到底喊啥了？人家喊的是，娟儿啊，娟儿、啊。行了，我全都明白了，感情是我的，在这河里冒泡多余呢。大妹子，真不是这么回事，我是真心实意地帮你介绍这个对象。哎呀，老黄大姐，我都明白了，你说你也是的，你有这么一个好老头，你干嘛还往外介绍？要是我都不介绍，我自个儿留着。这么着，我把他介绍给你了。哎呀，这成啥事儿了？小老大哥，老黄大姐呀、啊，你说你们这岁数都不小了，是干嘛一天老拐弯抹角猜来猜去的？对，是不？对，那老黄大姐，哎呀，年龄都不小了啊，抓紧时间该干啥干啥，错过了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哎呀，这妹子你太敞亮了，没事，以后大姐给你介绍个好的，有好的。他呀，不行，他是我老头儿。